常用彩礼，寒假儿童特别节目闪亮登场了，各路小英豪将在这里一显身手。你想单枪匹马没问题，你想兄弟组团也可以。精彩新奇搞怪，孩子们用奇思妙想大战明星嘉宾，用真情与欢乐温暖您的小心情，为您带来一次热情似火的寒假体验。我傻了吧唧的走了，正如我标的喝得来。鞋儿多，毛儿多，谁装的假洒脱？月亮姐姐和朱雀姐姐全是女汉子。谢谢姑娘们，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寒假儿童系列特别节目，我是朱迅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朋友们。今天的小选手啊，是我们从祖国各地选拔而来的，您看到那边的发布台了吗？孩子们会在发布台上发布自己的作品愿望或者是小秘密，而且孩子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呢，就是要挑战现场的大明星。孩子们要挑战谁呢？赶快为您介绍一下孩子们的好朋友月亮姐姐，还有孩子们的大朋友刘和刚。你们知道吗？孩子们要挑战你们，准备好应战了没有？我是大不了投降嘛，可以应战。不是，我说要如果应战战不了，我们就软着陆。应战来不了，咱就软着陆。好的，来吧，孩子们鬼灵精怪的，什么主意都有啊，你们要小心了。那接下来，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。我是东北来的小胖妞李美思，今年我七岁了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小苹果，希望大家喜欢我，同时今天我还要发布一个大大的愿望，谢谢大家。Bye.
好孩子，刚才小苹果，你看看圆嘟嘟的，真的是个圆嘟嘟的小苹果。刚才的表现好不好？想听到谁的点评吗？想听谁的点评？刘和刚哥哥，真会唠嗑。刘和刚哥哥，哎，真的挺好，小朋友，我特别喜欢你的小苹果，特别是你这胖乎乎的感觉，哎呀，我真的想上去咬你一口。不光跳的小苹果跳得好，长得也像小苹果，真的很可爱。好孩子，你能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们认识一下你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东北来的小胖妞李美思，今年我7岁了，见到你们非常高兴。你说你是小胖妞啊？你觉得胖好不好？好。好啊，有什么好处你跟我说说。虽然我胖，可是我很可爱。那倒真的是，身体胖也很可爱，还有什么好处啊？虽然我胖，我去外边不冷。哦，去外边不冷，然后自己自带啊。还有呢？地滑我摔一下不疼。摔地上不疼，对，有垫子啊。还有呢？我能帮妈妈把10斤的大米扛到楼上。你这么大劲儿呢？真的，好孩子，咱俩掰个腕子。哎呦妈！我一点不是装，真的，好孩子来，3、2，哎，哎，这孩子劲儿怎么那么大？你从小就这么大吗？哎呦，真棒！那胖还有什么好处？虽然我胖，我的才艺也是胖胖的。这才艺也是胖胖的？什么叫才艺是胖胖的？这才艺很丰满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你有什么胖胖的才艺啊？诗朗诵。哟，那怎么能说诗朗诵就是胖胖的呢？因为别人的在别康桥不到200个字，我的在别康桥到230个字。那你给我们朗诵一个230字的在别康桥。蔫天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蔫巴的来，我嘚了吧嗦的招式落地西天地。那泡子边的柳树条着是夕阳的，一会儿锅包里的气儿灯在我心里簇拥，埋里吧台的清醒，油了吧唧的在水底，在脸，在康河的旮旯里，我甘心做一把耗子，一运下的错不是蘑菇，是个猫楼，由蟋蟀在浮藻间沉淀着我飞啦彩虹的梦，干哈呀？划了一把条子嘎子，轻轻嘿，贼轻那嘎子子划了，整一兜子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嗷了两嗓子，但我不能嗷了，悄悄是滚犊子的生肖，扑蛾子以为我蔫了，蔫了是这宿的康桥，我傻了吧唧的走了，正如我飙的喝的来，我嘚瑟嘚瑟一心带着一嘎子云彩。你听明白了吗，月亮？有些部分段落我还是能整一些明白的，但多数都还是不太明白的。但是旁边的刘和刚，他笑的都不行了，对，都笑岔气儿了。和刚，你是东北人，这你全能听懂不？哎呀妈呀，彻底把我整蒙圈了。我忘。太精彩了啊！真的，真的太精彩了。这些话都是我们小的时候，或者说是在东北的时候，只有在东北能听得见。今天在这儿听了之后，有如回到了东北那嘎达。特别是这个孩子，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，很智慧。这么大篇幅的一段用东北话朗诵的《再别康桥》，一个字不差的在这么说，我觉得真的这孩子聪明。哎呀！真的是彻底把我们整蒙圈了，好孩子，你说了胖这么多好处哈，你觉得胖有什么不好吗？当然有了，好看的衣服穿不上，就像我今天来非常六加一一样，想买一个蒙古袍，可是没有我合适的。哦，你想买一个蒙古族的民族传统的服饰，但是没有你合适的。其实我觉得没关系，好孩子，我们主要是看你的才艺，你穿什么固然重要，但也不是最主要的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你虽然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蒙古族的民族服饰，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才艺表演给我们大家看。好啊。是什么？是草原英雄小姐妹。哦，
草原英雄小姐妹，来吧，好孩子。愿望还没有告诉我们呢。我想在新的一年去掉小胖妞这个称号。那小胖妞挺好的吗？你要减肥吗？你要减肥啊，减肥你就不是小胖妞了。减肥身体好，能变瘦。朱迅姐姐，你这么瘦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呢？就是你知道做女人很辛苦的，这你长大了就是知道了。但是好孩子，你爱运动不？我爱。那你最爱什么？最爱吃零食。这个运动真好，我也喜欢。但是宝贝儿，其实吃零食不太多，适度就可以，没有关系。但我也爱吃零食，但是你一定要动，动起来啊，对身体就特别好。即使有点小肉肉，关键是你身体好。你知道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，你要出汗，把毒排出去，你就会有一个特别美的身材。那接下来我特别希望你把运动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去，我们从现在就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挑战大明星。宝贝儿，我得问问你，今天你要挑战何刚什么呀？骑马。啊？不行。你叫人运动，得直接就运动上了是不？不行，我最近腰间盘突出。骑马？是一种舞蹈吗？还是？骑马舞。啊，骑马舞。骑马舞是吧？啊。我特别想知道何刚，你会跳舞吗？我还真不会跳舞。你四肢协调吗？我还真骑过马。你协调吗？就是因为不协调，所以才从学戏曲改成了学唱歌。哎呀，这就好办了哈！我看看他怎么四肢不协调。来吧，骑马舞。我扮Gangnam Style， Gangnam Style。对，你也停吧，停吧，再待会儿大爷夭折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满口的东北味儿了？我就都因为他们，都是你野的货，知道不？都是家乡人是吧？还挺好。我觉得你还愿意继续难为他呢，还是放过他呢？你放过我吧。哎呀，太感人了！快点，掌声在哪里？
来，让我们记住今天的一号小选手，来自东北的小胖妞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闪亮登场。大家好，我叫东北小王子王林浩，今天我给大家发布的才艺是济公，希望喜欢我，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这是给我吃的鸡腿哈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耶！孩子从怀里给我掏了一个融化了的巧克力，在怀里揣半天了，我估计给体温捂的。这给我吃吗？那他们俩看着你看馋馋的样子，他们有吗？星姐姐，刘欢哥哥、月亮姐姐，你们也有你们见到几号？别着急哈，又是个东北的、还有两个带着体温的半融化的巧克力，那你去送吧。谢谢。哎呦，真的，你看看，孩子可有心了。哎，太感人了，感人吧？那我想。孩子，这真的能吃吗？必须吃呀，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必须吃，那必须吃。能吃吗？好孩子，你拿着这个成不？你已经吃了啊？你没看他刚才那个动作吗？什么动作？你刚才拿出来的时候做的什么动作给我们的？我想起来了，他搓了搓，然后就拿出来了。啊、孩子，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？这是搓出来的吗？对呀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。哎呀妈！我刚才人家你早说呀！你从身上没吃出点别的味吗？秘密。哦，这是一秘密。哎呀，我已经吃完了。对，我这还有。我说我吃的时候的感觉的味道跟以前不太一样，稍微有点咸。
好的，有点甜味儿，要不然你尝尝，还是有点甜味儿的。干嘛一开始送我们巧克力啊？好孩子，是让大家甜甜的嘴，然后说点甜甜的话是吗？嗯，是。嗯，反正我嘴里吃到甜味儿了啊。两位看着怎么说吧，接下来该点评了，想让谁点评啊？好孩子，月亮姐姐。哦，月亮姐姐。对，姐姐你点评。你们吃人的嘴短，不好意思说是吧？对，我们不好意思说人家不好。我，你想让我说你好呢，还是不好呢？嗯，好吧，好吧。我觉得你要说我不好，我再搓一个给你。我觉得你表演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好可爱哦，而且你从一上来做的那个济公的那个造型就特别的棒，把我们大家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在你身上。你这么小就能表演得这么棒，特别了不起。来吧来吧，好孩子，让我们认识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大家好，我叫东北小王子王维浩，我四岁了，我来自东北城市那个啊的，希望喜欢我，支持我，来吧，谢谢大家。这谁给他编的词儿？这个都忘了。特别好，宝贝儿。你叫东北小王子啊？为什么叫小王子呢？因为我跟王子一模一样帅。哎呦，王子一模一样帅。那东北叫帅的小伙子都叫小王子吗？是。真的？那刘和刚也是东北的呀，你叫小王子吗？和刚王子吗？不对吗？嗯，是磕碜王子吗？东北形容帅不是磕碜吗？对，是相当磕碜，应该。我说大家怎么一直管你叫刚子刚子，原来叫何刚王子，所以叫刚子。哎呀，我发现你，要不怎么说你长得漂亮？反正东北叫帅哥，就是特别帅的那个男孩就叫小王子，是不是？是。嗯，那么我对你有个小小的意见，不知道能说吗？嗯，能说吗？那个，我觉得你这身衣服。那个不是特别帅，你看有这么多补丁，还不是特合适，只往下出溜这裤子啊，一不小心掉地上了咋办呢？那因为我手上的宝贝太多了，把我手上的宝贝放下，我就变帅了。哦，那你就放下呗。那我就，这个是我的宝贝，把帽子摘下来，我就不能给你们变出来礼物了。哦，那该怎么办呢，宝宝？啊。让我的老乡刘和刚吧，让我的老乡刘和刚帮个忙呗，是不是？干啥呀？那你让他帮你拿着是吗？啊，那去吧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看似面带微笑，背后上来一枪。你是干嘛？让他给你当助理呢，是吧？啊，这是给我的。拿着哈。帽子给你戴。哎，你这鸡腿是假的。我以为是真的呢，我就从鸡腿吃的。何刚，我能看看你戴这个帽子什么样吗？真挺帅的。哎，那扇子也可以拿上啊。哎呀。帽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表情还挺像。你叫我。他叫我一把扇儿破，我都不敢抱他，这是哪来的小刺猬啊？这是东北小王子啊，还是东北小爷们儿啊？东北小王子。东北小王子啊，东北爷们儿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吗？啊，长得帅。哦，东北爷们儿都长得帅，还有呢？嗯，唱歌唱得好。哟，你看看这是夸何刚呢，嗯。跳舞跳得好。哎呦，你看东北人在你心目当中就完美俩字儿，是不？来吧，那就我们长得帅、唱得好、跳得好的东北爷们儿来了。
这首歌叫东北爷们儿，对吗？嗯，你喜欢别人管你叫东北小爷们儿还是东北小王子啊？啊，东北小爷们儿。东北小爷们儿啊，你觉得东北小爷们儿帅不帅？帅。你给我摆一个你觉得最帅的姿势是什么？哦，这就是你觉得最，这不是非常六加一吗？哈，这不是非常六加一吗？咱们有缘哈，缘分呢、啊？哎呀，扎着我了啊，缘分呢、啊？是不是？那个东北爷们儿给我们摆一个你觉得最帅的姿势。在唱歌当中敬礼我觉得最帅了，比如唱到最后刚咣咣咔呀这、啊、哎呀帅呆了。哎呀真的是，我觉得作为就像你的歌中所唱到的那样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，当兵的军姿。刚哥哥你叫我一个敬礼呗、哎、啊，你教孩子一个敬礼。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敬礼，立定。哎，好极了，这孩子反应真棒。会了吧？背过去了吧？我觉得这个才真的是爷们儿。哎呦，现在四岁，再过14年啊，去看看军营的生活好不好？嗯，热烈欢迎，是吧？热烈欢迎，欢迎你早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队伍。直接指引上空军了。好的，那好孩子，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个环节好不好？来挑战大明星。两位请摘一下眼镜。不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我想问问你为什么选何刚来进行挑战呀？因为他比我帅。你这怎么那么会说话呢？我得赶紧把眼镜戴上，把我的帅劲挡住了，别被大家都发现了。因为你帅所以请你上来是不？嗯，来嗯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刘何刚，再次请上台。好孩子啊，你看你热的、哎、好孩子，你要挑战何刚什么呀？我让他配合我耍帅。看看我配合你，配合你耍帅啊、嗯、就你们俩一块耍帅是吗？一会儿我唱歌，一会儿刘刚都很帅气的造型、哎、一边给我跳舞点。哦，就是你唱歌、嗯、何刚给你摆造型跳舞点是不、嗯、来、嗯、上道具。你觉得呢？你给他打个分吧，你给他打几分啊？就打个1000分吧。满分是100分呢，你给他打几分呢？1000万。1000万？你我觉得孩子是对你的这种鼓励善良，你他说百分制，人家给你直接1000万呢。1000万呢？1000万就是你在他心目当中这种军人的形象。嗯、好的，1000万，谢谢你。好，走了。宝贝，先走。拜拜月亮姐姐。好，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选手闪亮登场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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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大家好，
我是古灵精怪的女汉子贾寒宁，今年五岁了。我今天要发布的才艺是疯狂原始人，请大家支持我，喜欢我，谢谢大家。谁的点评？想听听谁的点评？刘和刚哥哥。哎呦，刘和刚哥哥呀，我很喜欢他这个造型，他表演特别好啊、嗯！你看他从那个到那个台阶上，从台阶下来，又从那个山底下钻出来，对那个疯狂原始人，而且台上那个表现真的很疯狂，虽然是个小女孩，哎、喜欢。是、嗯、好孩子，你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？好的，大家好。我是古灵精怪的女汉子贾寒宁，今年五岁了。女汉子，嘿，古灵精怪啊！你知道什么叫古灵精怪吗？那我先说说古吧。啊，那你说说古呗。我不是跳野人舞吗？野人舞 啊, 啊，那够古的啊。我非常喜欢看动画片《疯狂原始人》啊，我跟里边的小樱长得特别像，啊、都很可爱，都很可爱，都是女汉子啊，都是女汉子。对呀。哎呦，什么叫女汉子啊？像我一样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有梦想，长得还漂亮。那你觉得月亮是女汉子吗？不怕苦，不怕累，长得还漂亮吗？她是女汉子吗？月亮姐姐和朱旭姐姐全是女汉子。你们是一个漂亮的女汉子。漂亮的女汉子是吗？啊！哎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对女汉子这么美丽的定义。古灵精怪，那灵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我哪儿灵吗？你哪灵啊？我的小屁股在灵。哦，那你灵一个我看看呗。好的。你喜欢他？哇，没了。古灵精怪，精怪是什么意思来着？我对舞蹈特别精通、哦、尤其我跳新疆舞的时候我还会动眉毛。你跳新疆舞的时候还会动眉毛？你动一个我看看，那眉毛怎么动。太可爱了，我想咬他啊！你会动眉毛吗，月亮？哎，你跳起来呀，也都会呀，孩子。你刚才孩子说了，他是唱这个新疆歌曲的时候动眉毛是吗、嗯？
我记得何刚，你是不是以前唱过一个青春舞曲啊？就是我唱歌，他跳舞呗。可以吗？那当然行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配合你一下。好的。必须的。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美丽小娘一去无踪影，我天下一样不回来，我天下小娘一样不回来。别的那一样，别的那一样，我的青春小娘一样不回来啊。谢谢刘和刚叔叔。姐姐跟你一块吗？谢谢刘和刚叔叔啊。走了，谢谢刘和刚大爷。对，哎，好的，谢谢。宝贝儿，赶快回来，想你了。哎呀，何刚，你不觉得他就像一个小松鼠在你脚边滚来滚去的那种，特别可爱？是，哎呀，我要是有这么一个闺女多好。对，幸福死了哈，幸福的像花儿一样。宝贝儿，你刚才说你和《疯狂原始人》当中的那个主人公小一是吧？嗯。一样，特别有梦想，有一个愿望，是什么？还没有告诉我们。我长大了想要变成一个大小姐。哦，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大小姐呢？妈妈说我小时候可以当女孩子，长大了就要当大家闺秀。哦，大家闺秀是大小姐的意思是吗？那怎么叫才是大家闺秀？就是那种漂亮可爱，漂亮可爱，对，嗯，不咋咋呼呼哈，那你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叫大小姐吗？咱们俩是没戏了。哦，我觉得我看他刚一上来就说我们俩是女汉子。对，咱俩是女汉子。可是我们俩都这么大了，难道我们俩不能当大小姐吗？你看我们俩像大小姐吗？像，你们刚才是女汉子，现在变成大小姐了。这个可心儿的小人呐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那你给我们唱一个大小姐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来吧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挑战大明星了？可以，来吧，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挑战大明星。孩子会挑战哪位大明星呢？3、2、1，开始。小姐，
我就知道他这次会选我。孩子的要求不能拒绝，让我们欢迎月亮姐姐。你挑战的什么呢，好孩子？野人战斗舞。野人战斗舞。你当过野人吗？没有。你怎么？你选野人，你为什么选我不选刘和刚呢？因为看你更像野人。对呀、啊，看你更像野人。真的假的？天哥，你真的像野人吗？你是女野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从小就是从原始森林里出来的？真的。月亮、啊，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。当成一个孩子，孩子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上道具。你就选我就行。宝贝儿，来吧。你就选我就行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学过，你没学过。我学过，你没学过。不过你，我是想要用你那个蓝衣服把我们这个舞台擦干净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这个主持人跟月亮这个做少儿的节目真的不容易。你看他们俩陪着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，俩人一直双腿在那跪着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职业道德，说真话。没有没有啊，所以说大家给他掌声，这个地方应该有掌声。这一个职业的主持人，他的真的除了他精湛的这个。内心的这种美和他的所学过的这些综合素质，我觉得他职业道德特别重要。其实谢谢何刚的体贴，真的，我们其实不仅是主持人，我还是妈妈。跟孩子这种对话，让孩子看着你的眼睛，你甚至会比他低一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是充满幸福的，真的。为什么祖国称为母亲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份母爱，它真是大。谢谢何女性的美就在这儿啊！我真的爱孩子啊、特别看见他们就打心眼里觉得幸福，真可爱你。好的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三号小选手，一个古灵精怪的，哎呀，这是疯狂原始人啊！如果到时候投票的时候，别忘了给我们孩子啊投上宝贵的一票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再见，疯狂原始人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闪亮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少年袁冰晨，我今天要给大家发布的才艺是小小魔术师。Playing my favorite
谁的点评？嗯，月亮姐姐吧。月亮姐姐，我觉得我们，对，我觉得你们俩今天配合的特别特别的好，然后还是印证了那一句话，女孩子特别好哄。就中间有一个小情节，你不小心拿棒子碰了小女孩的头，然后小女孩就能就哭，然后魔术师这时候咵就变出一盆花，一下子就把女孩子哄好了，是吧？对，不是不小心，是只有敲了他头才能变成那样。哦，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们俩到底是谁呢，来跟我们说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少年袁明晨，今年六岁了，我的小名叫元宝，我来自北京，这位是我搭档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嘉轩，今年六岁了，我来自北京。北京的两个孩子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表演是不是？嗯，对，那我们的小搭档赶快去准备一下，其实搭档的责任特别的重，要准备好多好多东西呢。好孩子，你为什么想变魔术呢？因为变魔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而且也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，别人想要什么也可以给别人。哦，那别人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那我们的观众今天想要什么呢？是不是肚子有点好吃的哈？没吃饭？你看，你说阿姨没吃饭。嗯，那这样吧，给我上个东西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懂事，要实现我们一人一个愿望啊！来，那我请两个小朋友跟我做这个游戏，谁想呀？哎呦，这还跟观众互动起来了，谁来？你说怎么得了现在啊，真好。你觉得这两位小观众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这很有领导范儿哈。你拿着这头和这头抓紧了，你们俩离得远点吧，布撑起来。把布撑起来，好了，撑起来了，再往后一点，抓紧了。到这儿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杯普通的玉米粒儿。啊、嗯，是玉米粒儿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把它搁到布里。啊，把玉米粒儿搁在布里。现在我要炒它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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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，玉米粒现在变成爆米花，爆米花了，给大家看看，来盛出来，看一下，真的是爆米花哦，真的，来吧，好孩子，拿下去吃吧。月亮姐姐，你要实现什么愿望呀？我想变瘦点，少吃两斤都可以瘦了呀。我想变得像朱迅姐姐那么漂亮，化点妆就漂亮了呀。那你能给我变点甜甜的糖吗？可以，有请我的小搭档和我变一个糖果乐园。啊，真可以啊。那有请月亮姐姐上来吧。我的呢？
这么多糖？啊，小时候最爱吃了。天哪，你真的是糖果乐园了。我不怕齁着。这个愿望你看五彩斑斓的，天哪，太神奇了，还拿一锅吗？啊，不是，一锅盖啊，锅盖，新年快乐。哇，真的是吗？全是糖果，谢谢。我们分给大家吃好不好啊？可以给大家吗？真棒！给大家吃啊，我们就撒给大家啊。好孩子，我还有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我想每天都有新衣服穿，能每天给我变好几件吗？哎，没事，你把衣服给我，我会每天给你变。哎呀，谢谢，就做人不要太贪心。对，我还有这么多的糖呢。真的还不贪心呢？你已经够贪心的了，刚才孩子给你变了第三颗糖的时候，你拿话筒都这样了。哎呀，祝贺你梦想成真。谢谢好孩子。谢谢，真棒真棒。哎呀那你拿下去。一个孩子让这么多人开心，让这么多人梦想成真啊，愿望实现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啦？可以，来吧，挑战大明星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两位请摘下眼镜，红蓝两面旗都举起来了，两位请登台。哎呀，两位大明星都上来了，好孩子告诉我们要挑战什么？跳绳，双人跳绳。双人跳绳，双人跳绳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比跳绳，大人有点欺负你们呀。不是，没有，我们跳多少个，大人得跳我们的双倍。哎呦，来吧，先看看你们俩跳什么，跳成什么样。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停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十六个，哎，你们俩，十六个，三十二个，你俩，什么三十八个？你怎么算的数？十六，三十二。可是，可是，可是我有意见。怎么呢？因为你有背带，他没有。我要穿那个背带。我觉得好可爱，你就这么扯着刘和刚。没事，你抓着我领带。抓着领带，薅着脖子。三十二个啊，必须的。三十二个以上就是挑战成功，否则就是失败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们俩太默契。何刚，你跳过绳没？你跳过绳没？来，预备，起。你恨他，想抽他是吗？你真没跳过呀？月亮，咱俩试一下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、哎、那个十四个。我们都碰头了，尤其都怪你脑门头长得太鼓了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俩撞头的那一瞬间，我听到我的牙齿嘎嘣一下，是不是？我听到嘣一声，哎呦，行了吗？行
可以了吗？我们尽力了。可以。真的？那你给我们打个分呗。100分。100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谢谢你，太果断了。欧耶。真棒。哎呀，我们俩好碰的。哎呀，起包有点晕呐。好吧。啊。朱迅。哎，朱迅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朱迅。不是，我是月亮，我是月亮。好吧，谢谢你，伟大群星。那我们再次掌声鼓励4号小选手，谢谢，再见。来自北京的小魔术师，再见。来吧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5号选手登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说学逗唱洋洋精通的谢婉如。今天我发布的才艺是歌曲《幸福像金大来一样》，希望大家喜欢我，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究竟如何？我们还是请一个大明星给我们来点评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让谁来点评？月亮姐姐。月亮姐姐，哎，我觉得刚才这个小朋友唱的这个《幸福像金达莱》一样，表演的特别的好，跟后面那几个伴舞的大姐姐配合的也特别的棒。今天服装也准备的很漂亮，而且你知道你在一边唱歌的时候，一边让我想起了我们台的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。我觉得看到你就看到了他小时候。谁呀？张泉灵。哦，多少有一点像，真的啊！对，刘和刚刚才说的，他发现的全灵，然后，哎，对，我们觉得怎么那么像，一会儿一定要跟他照张相啊！真的，嗯，是特别的秀气哈，对，而且全灵姐姐很睿智，希望你长大以后也是特别睿智的一个姑娘。嗯，来跟我们说说你叫什么名字，几岁了，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说学逗唱洋洋精通的谢婉如，今年6岁半了，我来自美丽的牡丹之乡山东菏泽。哦，6岁半了，那你说你说学逗唱，唱刚才唱给我们听了是吧？对。说学逗还没给我们表演呢，你给我们先说一个呗。嗯，可以，我为大家说一段贯口。贯口。报菜名。天哪，
今天呢，我请朱迅姐姐吃饭。哎，刘和刚哥哥问了，你请他吃什么？您听好了，我请他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酱肉香肠、石井醋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香米晾鸭子、罐野鸡、罐鹌鹑、卤石寨卤子鹅、山鸡杜甫、菜蟒银鱼、清蒸踏石马、烩鸭丝、烩鸭腰、烩鸭条、清拌鸭丝、黄心冠、焖白菜、焖黄山豆、豉鲶鱼、锅上鲤鱼、清蒸甲鱼、抓上鲤鱼、抓上对虾、软炸里脊、软炸鸡、石锦套肠、麻酥油卷、卤煮寒鸭、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京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野府丸子、豆腐丸子、汆丸子、一品肉、樱桃肉、马牙肉、红焖肉、黄焖肉、坛子肉、烀肉、扣肉、松肉、挂肉、烧肉、烤肉、大肉、白肉、酱豆腐肉。哎呀，这段听了很多遍了，但是这孩子你发现没有，他有自己的节奏，那节奏他还能拽过来啊，真不容易。何刚大家都知道是青年歌唱家，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知道他是相声演员，因为既然在春晚上表演过相声，你觉得我们这段贯口怎么样？这一段贯口贯得很好，这个不仅这个语言类啊节目，像你刚才说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节奏。对啊，何刚哥哥，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。哦，我刚才报了多少菜名啊？你报了多少菜名？我给你三个选项吧。啊，68、88、108。108。回答错误。哎呦，正确答案是68个。不过我要惩罚你哦。哟，怎么惩罚你哦？今天出门来得及，忘了带捧根了。嗯，等会儿让刘和刚哥哥帮我做一下捧根吧。捧哏是吧？说相声，说相声，这个我拿手啊。说学逗，逗我们来个什么呢？那更没问题了，刘和刚哥哥，惩罚你的时刻到了，你来帮我做捧哏吧。捧哏，捧哏，对，捧哏。来，刘和刚哥哥给我们做捧哏吧。哦，现在就捧哏了啊。来吧，三分演七分饱。走着。说一段什么？今天我们说的相声是答非所问。哦，就是你问我这人谁，我不能说是朱迅，你要说是月亮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问，不过我要给你打个比方，你说的还不够完美。嗯。就比如说吧，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我鞋坏了。只要你别给他挨上就可以了。那咱可开始了。嗯。您贵姓啊？鞋坏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月亮。您家住在哪儿啊？那灯有点问题。几句了？三句吗？这不挨上啊。我刚才说是三句吗？这不就是挨上了吗？哦，这句就挨上了。啊，对啊。那不对，你在绕我，你我上当了啊。再来一遍。好，我看我试。您贵姓啊？那灯有点问题。您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今天带镜子了。您家住在哪儿啊？音箱不响了。几句了？三句。三。咋整？这40年白活了，被一个孩子折腾成这样了。石圣人，答非所问，其实月亮特别棒。是吧？刘和刚眼镜不错。哦，您俩这就对上了。月亮今天真漂亮，我想上厕所。你最近瘦了？哎，我妈烫头了。哎，你今天这鸡冠头怎么立得这么高啊？哎，我爸那天捡一钱包。你话筒坏了？哎，刘和刚那个鞋带开了。得这么来。对不起，我鞋没带。得这么来，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不能太关键，你得问他几句了。几句了？朱迅长得真漂亮。哎，你看看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狡猾人。你们俩刚才说了几句，连你们俩都不清楚了。
明白。但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是吧？真挺好玩。对，这就是曲艺。我不跟你俩玩了，我走了。好吧，哎，等会儿，咱们说了说学说了，你还没学呢。我就模仿一下刘和刚哥哥吧。他你会模仿吗？你是女孩，你模仿他。对。他动作有什么特点？你跟我说说。他的特点是右手紧握麦克风，左手像切水果一样特别用力。哦，这样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这样的状态，你唱什么歌呢？我就用刘和刚哥哥的动作，唱一下月亮姐姐的拍手歌吧。那好孩子，来台中，咱试试看看用何刚的状态怎么唱月亮姐姐的歌啊！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状态吗？是。真的吗？他旋律比我还像呢。好的，刚才我们这小姑娘给大家展示了说学逗唱，那接下来是不是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？好吗？好的，来吧，挑战大明星。我说让你上去，你不上去，不上去都不行，上。月亮，接下来该你上场了。我就一直在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呢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继续答非所问呢。来吧，我特别想知道，在这一轮你要挑战月亮姐姐什么呀，好孩子？我要挑战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里面的说，一段绕口令，不过要用方言来说哦。我先示范一下。来，你先示范一下。我用山东话来说。走着。三千有四十四颗，谁死的数？三猴有四十四只是死的，三千的四十四颗谁死的数？谁死了三猴的四十四只是死的，三猴的四十四只是死的，咬死了三千的四十四颗谁死的数？不只是三千的四十四颗谁死的数？谁死了三猴的四十四只是死的，还是三猴的四十四只是死的，咬死了三千的四十四颗谁死的数？这个用山东话来呀、对呀、我不会说山东话，我觉得这普通话读下来都不容易了。我的亲，你是哪儿的人？我是山西人。那你用山西话来一下。可是我还不会说山西话，那时候因为我从小在太原长大，我们那儿都说普通话。但是我可以试试东北话，你觉得行不？行，我觉得东北话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特别好。我经常看宋丹丹的小品，你们觉得我学像不？我试试，我只能把后脑勺对观众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词儿。三田有四十四棵色柿子树，山后有四十四只石狮的，三田的四十四棵色柿子树射死了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的，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咬起三田四十四棵紫色柿子树，不仅是山田的四十四棵色柿子树射死了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的，还是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咬起了三田四十四棵色柿子树。你觉得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还不错呀，他舌头都涩成那样了。那我下去吃柿子了，行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我们过关了吗？过关了。哦耶耶，来吧。好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五号小选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所有小选手再次登场，有请各位。今天参加我们特别节目的五位小选手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舞台上。那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啊，再从我们这五位选手当中要选出一位成为今天的非常小明星。
究竟谁能夺得这唯一的宝贵名额呢？决定权就在现场，观众朋友们，您的手中了。接下来请投票。好的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们一号有个外号叫小胖妞，是不是？是。今年有一个愿望，我们要减肥啦。二号，我们的小济公还记得吗？济公表演的活灵活现，而且我们的东北爷们儿今天学了敬军礼，对不对？特别棒。这是我们的，哎呀，原始人，疯狂原始人，特别可爱的一个姑娘。这是我们来自北京的小伙子，小魔术师。这是我们的山东人，山东姑娘是吧？对。嗯，特别好，唱歌唱得可好听了。今天参加节目的五位小选手都会获得礼物哦，这是由金佳丽钻石独家提供的学习大礼包，这里面是学习大礼包，每位小朋友都有哦。好的，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，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@央视综艺，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。那到底谁能成为今天的非常小明星呢？三二一，出结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礼物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非常小明星已经选出来了。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既然有梦想，干嘛你不来？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孩子跳舞的感觉真的是上天给的。我的心，你表现得太棒了，月亮姐姐，嗯，唱跑调了。妈妈叫我小猪，叫我经常穿衣服。妈妈有你这么好孩子，真幸福。来也一起成长，成功背后助力希望的肩膀，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有 Maggie 来说，可以说是新时期的天上掉下个林妹。